姐，你下班了。你不要生气呀，生气会显老的。你个小鬼头，就知道哄我开心。那你不生气了吗？我什么时候真的生过你的气啊？我就知道，你最好了。我有个惊喜要给你。 不过，你要闭上眼睛啊！哎哎，你又搞什么玩意？别看啊！你们也别看啊！慢点，慢点！哎，小心，小心！小心！哎，到了没啊？马上就到了。哎，小心，小心！到了，到了，坐吧。 Surprise！ 这是什么？你做的？嗯。还记得你上次给我做吃的，还是你考上大学的那天呢？你还记得啊？当然记得了，那是我这辈子吃到最好吃的一碗面，怎么会忘记呢？那你快尝尝我在勤劳的小松鼠给你做的果仁蛋糕。 有你最喜欢吃的能量果仁哦，这么用心啊！那当然。怎么样，味道怎么样？只要是我弟弟做的，那就一定是最好吃的。姐姐，对我来说，你就和妈妈一样。 爸妈都走得早，我在这个世界上最亲的人就只有你了，所以有时候我对你严厉了些，希望你不要怪我。我怎么会怪你呢？爸妈去世那年，我刚初中一年级，你刚考上大学，叔叔把持着公司，那时候，你连大学的学费都是自己挣出来的，我都不晓得那些日子你是怎么撑过来的。好在。 现在也熬过来了，只是这些年我一直忙着赚钱，忙着和叔叔抢夺公司的控制权，对你的关心和陪伴都太少了。姐姐觉得特别亏欠你。其实你为我做的已经很多了，要说亏欠是我亏欠你才对。作为家里唯一的男人，不但什么忙也没有帮上，还老是惹麻烦。上大学的时候。 你忙着赚钱，还要照顾我。毕业了，又要跟叔叔夺回公司。
你一直没有什么机会享受自己的生活，我那天还这么说你，对不起。好了，你已经道过歉了。再说，你说的也都是事实。不过呢，好在现在我弟弟很优秀，也很有出息，让我觉得我做的这一切都是值得了。相信爸妈在天上看见你现在的样子。 一定会很开心的。来吧，你也来试试看自己的手艺吧。怎么样？自己也觉得很好吃吧？没想到你第一次做蛋糕就能做得这么好吃。 厉害了吧？那当然了，我弟弟可是世界上最厉害的。对了，我现在也已经长大了，有能力独自面对自己的生活，我觉得你可以去过你自己想要过的生活了。看来我弟弟真的是长大了，都能说出这样的话了。等我把毕事完全交到你手里。 我就可以过自己想要的生活了。我不想要接手毕事，我想要有属于自己的人生。胡说！你是毕家唯一的男人，公司必须由你来接手。我想要打拼出属于自己的成就嘛。你想打拼，来公司一样可以打拼。你可以从基层慢慢做起啊。我不管你想不想，反正毕事迟早都是要交到你手里的。 你刚才不是也说吗？希望姐姐能过自己想要的生活。那你就早点来公司熟悉业务，我把公司交给你了，我不就可以过自己想要的生活了吗？我想要打拼出属于自己的一片天，跟我自己喜欢的人一起。好吧，我可以给你几年的时间，自己在外面折腾。但是时间一到。 你必须回来接手公司，因为公司只能交到你手上。姐，这么说，你是同意喽？好了好了，真是受不了你。那你有没有想过自己想做什么？不如我给你说过一个摩托车的顶级品牌，怎么样？我想要做传媒。传媒？好啊，那我正好把毕氏传媒和互联网公司交给你一起打理。 不要，我想要自己创业。你想要自己创业？那，你可不可以给我启动资金啊？说吧，要多少？200万？2000万？2亿。2亿？好，反正钱不是问题。 但是你必须先让我看到项目投资策划书。干嘛还要评估啊？如果你只是想买一艘游艇或者是什么别的，那当然不需要。既然你选择做生意，做生意就有做生意的规矩。我是不可能告诉你我投资标的的。OK， 没问题啊，那你也别想拿到钱。姐，你不要这样，你相信我，我一定可以做好的。你到现在还不肯跟我说实话，是不是？ 是那个陈伟叫你回来要钱的吧？你那个所谓和自己喜欢人一起生活的伟大计划，也是他灌输给你的吧？不是这样的，你怎么可以这样说他？他不是那样的人。那我就让你看看他到底是什么样的人。老板，你自己好好看看他是什么样的人。他接近你是为了咱们家的钱。